秀的主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穿着花衬衫的男子对着坐在骑楼边穿着蓝色衣服的计程车司机不断大声叫嚣，远景上前劝阻，男子还不消停，甚至挥手将远景推开。远景不忍了，直接一个大外哥将男子放倒在地，身旁的女子紧抓着男子手臂不放，也一同倒在地上。我们知道放手！放手！八号凌晨12点多，高雄凤山一对男女酒后和计程车司机发生纠纷，过程中女子疑似先动手打人，造成司机脖子受伤。司机不愿冲突进一步发生，将两人推到旁边，却被控诉施暴。偷气无好，我就讲我不爱在啊，唔咧酒醉啊，咧搞冤家，是讲因咧动手啊，我只是甲伊飞边啊尔，到尾我动不了，我阿真气。事后，警方对三人实施保护管束，并在讯后依伤害罪嫌，将三人移送侦办。以上最新主播。